先让一下，先让一下，把垫子给你们铺上，先让一下。吁吁，真可爱哈，五颜六色。好了，慧慧，把那个空调给他们打开吧。先安静一下，先安静一下啊！刚才呢，老五说把那个空调给它打开。刚才慧慧刚一打开啊，里面呢就窜出来一个老鼠，那边就跳闸了，就没有电了，断电了。所以说这个空调呢就不能开，这个灯泡现在也不亮，等于这边没有电了。好了，慧慧先给它照顾一会儿，我到那边去看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修好。哎，老五修了半个小时，终于修好了。先到那边去，你的衣服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穿一下啊。小飞在干嘛呢？这个也粘人。好了，十月，先到一边去啊。我说两句话啊。家人们好，我是老五。老五先回答家人们一个问题：今天天气不是有点冷吗？老五把家人们还是叫到房间里面呢，暖和一点。老五计划把这个空调给他们也打开，但是这个空调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打开用的，所以说也有很长时间没有用了。里面呢藏了一只老鼠。这只老鼠呢应该是把里面的哪个地方咬坏了，应该是短路了，所以说马上就停电了。我们这个犬舍呢全部都没有电，刚才老五修了半天，大概有半个小时终于修好了。修好了呢，但是这个空调啊现在还是不能开。今天呢就让我们还是委屈一下，快点起来，快点蹦蹦跳跳啊，暖和，还有小丁丁。你看老五说蹦蹦跳跳，这小憨憨呢站起来了。今天开开心心的在房间里面玩啊，今天外面确实有点冷。这猫还是穿衣服呢，是这样子的，有的狗狗喜欢穿，有的狗狗不喜欢穿，有的穿上不久就直接脱掉了。其实我们家呢还有衣服，这只就不行，这是那个佩洛，那拉姆可以啊，拉姆让穿。初生出来玩，初生，还有 KK， 来来来外面玩了，带一只躺在睡觉了，那个谁，那个嘟嘟。在房间里玩吧啊，听话。你看这一只拉姆多好哈，它穿上衣服它都不动的，反正是大部分都可以吧，由于小部分不可以的，小一部分穿上，它不是咬烂，就是那个啥哈，就是想办法把它脱掉。出去吧，房间暖和吧，在房间里玩啊，不要打架啊，谁呀？念念都是找慧慧去了，这只是那一只眼睛那一只泰迪，就这一只。乖乖，怎么转圈开了啊？干嘛的？粘人的吗？那个谁呀？十月。十月，给你穿上衣服，穿一次，穿一次你就脱掉。你不穿吗？不喜欢穿吗？你看，老五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把衣服也脱掉了。其实这个衣服是不大的，它穿上刚刚好，但是它脱掉了。肥牛，这给你穿了几次了？你又脱掉了。来来来来，再穿一下。扣扣让开，扣扣，不要打架了。穿好啊，穿上就暖和了啊，是不是黑妞？不要脱了啊。这只也不脱，这是我们家拉姆。刚才老母把这个拉姆的衣服跟那个谁呀、啊，跟大黄换了一下，因为他穿了一个有点大啊、大黄穿上刚刚合适，这只就不行。他两个巧换一下。多漂亮，你看冲生穿上衣服多漂亮，你就哦，他还有脾气呢，你看他把那个谁咬了一口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构不成威胁。他把十月咬了一口，之前老五在视频里面也说过，这个冲生有脾气，嘿嘿，说了说就开始了，哇一口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只小胖子，我摸摸你的小鼻子了，真可爱哈。这个粘人粘得很，好了，随便玩去吧，去吧啊，给你挠挠痒啊，你也让挠痒吧，来挠挠痒了。月月，月月，这里暖和了吧？月月，你看月月，月月的衣服穿上多漂亮，你怎么不穿呢？妞妞睡觉喽，你看这只小尾巴摆的也很好看哈。没有，啥都没有，玩吧玩吧玩吧。毛毛站起来了，毛毛来。站起来跳舞了。
我看会不会来跳舞了。你会不会跳舞啊，月月？月月要是会跳舞，可可爱了，主要是身材好，长着一条线，你看，不胖不瘦哈。你会不会，小黑？有没有会表演才艺的？哪怕是站起来都可以。我看谁会站了，来壮壮站一个了，壮壮站，谢谢。QQ 你会不会站 ？QQ。草莓，你的衣服怎么穿的？你咋不出来啊，雪碧？啊？来，快点玩一下来。来，大黄，来，快点玩一下来。来，我们两个玩一下来。来，跳个舞吧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活动一下暖和啊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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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黄，来，抱着我，抱着我来。大黄最听话了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活动一下，跑一下，跑一下来。来，大黄，大黄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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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萌萌。毛毛，你也活动一下来，来，毛毛给我握一下手，给我握一下手。咦，毛毛好，毛毛好，毛毛真好。来，这个手，十月，你给我握手吗？十月，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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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毛毛会不会跳舞啊？毛毛会不会跳舞？来，我们两个跳一下来，来。你和慧慧一起跳个小苹果。小苹果，毛毛好，毛毛听话。毛毛平时也辛苦了，照顾那么多毛孩子，是不是？玩玩，来抱一下玩玩来。你看玩玩小裙子哈，玩玩如果会跳舞的话就太漂亮了，这小裙子。但是这些京巴他们是站不起来的，因为他那个腿比较短，他站不起来。来，我抱着你跳个舞，跳个舞活动一下好不好？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跳了跳了跳了，乖乖乖乖乖乖，通通欺负你了嘛，是不是？小黑妞向上看，我们家黑妞眼睛小小，但是很可爱哈，是不是黑妞？你不小我知道，你的眼睛很大。你会站，站一个，来跳个小苹果来，转个圈儿，这样转，这样转，香香，啊这样转，咦，香香站得好。来再站一个来，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来，我看香香会不会来。站，好了，咦，真好，这两只猫还打着玩呢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这蓉儿嘛，蓉儿和这个谁和雪碧躺在一起了。兜过一圈想干嘛？应该是这小黑，啊，我也搞不懂你的心思，要抱抱是吧？这一只猫孩也比较粘人，但是他脾气有点不好，有时候喜欢干个小架。哎嘿，好好好好好，下去。嘿嘿嘿。好了，这些猫孩子呢，我们就不打扰他了，让他自己玩吧。肯定是今天天气原因吧，这些猫孩子老我发现也不愿意动，今天确实有点冷。就在房间里面好好玩啊。